生涯的第100场季后赛。纪伟这点还是沉退，但是福格开始夹击了。赵继伟这边还是沉退，转下顺好球，这个确实太准了。还是维金顿三档中距离好球，进攻是很强，但是他的防守，对防守是真的更重要。三星快攻突破上来好球，就是他的支配球是很好的，包括他的控运，还是一无掩护，一无挡拆。纪伟这边是沉退的，这球塞得真漂亮啊！刚才又是个麒麟，那个他的人已经在三分线外两米了。阿布强拆，好球！这球难啊，这球趋于零度角擦板啊。对，他没着急去下手。对，而且他去避免身体对抗，避免自己的犯规。维金顿好球。再来看纪伟，还是回应球啊！看看琼斯来过安德尔，再过安德尔，很小。这球是吴冠希很机警，而且不是个联防，丢人。还是用牛角，李晓旭第一次出手，哇、哦，因为他手硬啊，他有劲儿，对，有体能，水平很高。个人能力得盖了，大韩单臂抢篮板造杀伤，这是大韩的招牌啊，这是大韩的绝活，单臂摘篮板。还是牛角不行，纪伟外线三分球，没有投进，转换进攻，一波高潮，这打了一个5-0的高潮。刚才那种把可以把人放掉直接去防的，哇，这个球纪伟被撞倒，快上球，二打一，二打一，麒麟暴扣，好球，加节奏。纪伟有经验啊，感觉到大韩没跟上来，等一下，转下顺，大韩杀筐。就是你看啊，大韩的下顺和李月宇的下顺还是有区别的。对，加手对手。对，就是对位防守强度下降。新疆明显对位防守强度下降。就是你看库珀他的这个篮球智商，然后大韩的掩护质量又好，对，给了库珀啊、纪伟很大的这种投篮空间。因为上半场的这种，先看这种空间好球，再传回来漂亮。这库珀现在多棒啊，在场上。好球！好球，这球传的啊！谁失误啊？对，你看现在有的辽宁有的时候掩护啊，他是假掩护。对，新疆队延误也不太好延误。不允许福格，一人打三个。嗯，充足的体能。富豪，宣宁连起来，再给好球。这俩四号位的配合。对，每一场比赛这个小将都有如虎添翼的表现。克里克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。相互之间还是打得熟一些，确实。方一策高的掩护，又给李晓旭，好球！突破，被克里克盖了。克里克还有盖帽。新疆是个机会啊！对，找队友，看看外线三分球再中。陶才玉，陶才玉。阿武因为刚才没有投进，有点犹豫，再找看看唐才玉，有了。用人不疑啊！新疆队这边换个联防，不要国内后卫了，不要国内后卫了，留唐才玉、留西林两个能投的人在场上。好球，李晓旭投进中距离，而且就是让，就是阿布投篮的时候信心不足啊。又是反跑，又是空切。啊，那交接你看，丝毫没有漏洞。对，沉退，让你中距离去处理机会。好球，维金顿真可以，算是回应上了。45度掩护，纪伟出手短了，自投自抢，赵纪伟前场篮球给福格，空位三分投进。我刚才说了，赵纪伟他在总决赛场均2.3个前场篮板。哎，李晓旭脚上没劲儿了，福格中距离又一个。好，祝贺辽宁，他们总决赛3年12连胜。3连冠获得了总冠军。